哎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用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好的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少夫人不对呀、啊，强哥啊，你来，我来，哎呀，你说这让少爷知道了，那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你要是撬不开，我先扒了你的皮。哎，少夫人，你说你也是，你怎么不把钥匙从少爷那儿偷出来？我要是能偷，我早偷了，还用得着你在这里废话？能不能行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了快了，偷什么偷？直接砸了不就好？哎，对啊，哎，砸。少爷，这都是少夫人让我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这里面的钱自然也有我的一份，我觉得拿点钱没有什么问题。你是铁了心想要这个铺子？我志在必得。好，这是南城那间铺子。嗯，你买下来了？嗯，这件事我不对，娘子能力我是相信的，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，与其反对不成，不如留下来陪你打拼。我就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那我昨晚欠的债补回来。